灵在叫过来了。义父啊，义父，为什么你要杀义父？难道你真是大家讲的阴谋家大批人啦？以后这张嘴并无不可。你，万一今天要替点天记录阿弟，甲着义父报仇啦！轰轰轰！发功完矣，再开杀！外交横扫，心怀定义，为牛天豪心胸宽广，今生完矣，轰轰攻势！就在为牛天豪再次发将，要杀完矣之际，要离手最多之气，破空之身。哎，杜秀，把你接来击杀成功，放开我，放开我了，我要报仇了。你别生气，你那气血强，恭喜。武林又重睡了，东花回首如霜飘，一旦息，一飘影，金红五色尽逍遥。想出阴阳国新贵武之官，好！从水古窑串红关，红龙喷流天下人，古林高景玉块雄秀，乾坤震动，卡达空波。追龙不济，就是我害死韩鼎。好，鬼牛天豪不如最力干劲，我闻心流阴气相救，阴神一救。将恁扶助红船之后，再续前缘。